没刷完，我好像，我好像，你们半道时来刷的，感觉按时间来刷的，是吗？好像，哎，这么快啊，这个，啥？再审一下这个火，可以加的。两个给你们，有底下决定的。 等一下，这关很长。算了，后面也有吗？后面有。嗯，你去在这里。 钻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这没刷，这个池塘是固定的，是吧？不知道，反正没打完过这个池塘，太多了。 那再守一下吧，一档子，一档子没用啊，一档子还不是要守完，很长的，不要的，不要的。这回来守怕了。嗯，回来守吧，很长的那个地方。他是猎区子弹都要打一个，老师。 圣诞塔也不刷了，因为刚才没走地面，他现在是按路程来的吗？是按路程刷的，可能真的是定点刷。妈的，他是按路程来的，按路程刷的，差不多要刷。我们到下水道了，刷吧。应该是。我们圣诞也刷的怎么慢？这小怪就真的多。 一百应该要打500个小钻，差不多要刷。那感觉下次就要刷了。嗯，看是打这里就刷。好，你看你。你在上面是？那时候好像不会说一直刷。后面的，我下去。 他会打平的，可以打平。那对啊，他一般的图要掉水才行，这图好像不用掉水。哎，掉水上面。
这里刷要灭了，这里有什么？我感觉要灭了，真的。哎，要出来等吗？上次我记得这场被很惨，好像没刷，但是这里刷就直接灭了。还是这个小怪，小号子弹，来用金刚清一清好一点。 我不要，还是这里吧。咦，怎么半天不抓呢？嗯，这个什么地方这个？你叫。靠！我空战吧。是不是？要不这要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在下面。在下面。好的，好的。慢慢的，nice。 我有这牛，哎呦！还有过去他就过来了，那种，我听懂了。你不过去他就不过来。<笑>你们可以提前压一下。在外面墙呢。你们可以压了一下砸我，那可以。砸进外面了。哇！ 放大，难受，他全卡在那里，过去就抓你，好毛啊！是这样，这个土字，我有，你有个火烧前面。 要准备下来，准备下去。下去可能也要挨打的。啊，对，有个。拿个油吧，我先拿个油下去。下去立马刷。刷了。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 还是火影，我让他们偷死！他那边两边都会钻出来的，这个火不知道烧哪里好，肯定要打个人的，啊就。 这个地方这么长，是啊，很长。行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来打一波。小怪真的多。有再刷的话，直接。 你要我说一把要打500盾，算了，先退回来，幺两，你说他两边刷。 看来不亏，看来叫狼虎不亏。我看那边好多岔路啊，真的。哇，岔路啊，死了，打不死了这。这吃药吧。别看，别看。那你帮我顶住，帮我卡住他的位置，可以。 灭人就行，肯定有压。后面有怪，到了吗？到了吧？嗯，到。我是斩。好。
这么长屏灭了就行，你看五百六百多块。你看这个吧。自强自强，你看他又不发了，我在这里给我拉满一波，信不信？我没扔钥匙，我们钥匙又发那么慢，那不行啊！哪次在不该刷的地方刷？有时候停，有时候又不停。嗯，两个针。在卡头上，呜呼，完了！方便通，那通快点的，蛮强，那距离还蛮长的。走过去要算你跑图了，要直接站苦枪上去。哎，可当时连这一把。哎呦，先站好点，先把他刷。请一下后面的快。这好多。去拿大枪，去拿大枪，刷了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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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要丢胆子？还没卡。退回来，退回来。退回来。我开了吗？对了。点了，开好了。哦，没点油桶，哎，好像没点油桶，忘了换。你没点吧？等下先拿枪，先拿枪。啊，好多卡住了。直接在那个草垛那里守应该也行。哎，他上白刷包了，他把包放这里的，他故意。你看给这么多安全门一个，然后正好给三个，是不是？那确实。真的，我是故意的，这包放这里。别在这里守就行了，在这里守。嗯。哇，感觉不太好守这里其实。小怪不太好上，对，没事，无所谓。不好守这里。喝，好，喝，
最后最后的，我都看不到。哪里？那个找你去。好的，来了，赶走了。有没有头子没了，全是胆子。这些阴间地形接特感，没有一个地方好接的，老是刷的时机不对，也是胆汁的。我胆汁这里，我不知道不要奔突了，算了。上面来了，这就像话了，这里就掉帧了，掉帧很严重的。啊，都是我们掉帧。后面了。没卖，我操，前面有人。哎呀，吃下了，完了。杨哥，最后一关什么建议？这最后一关有点那啥。不知道。有火硬冲，三火一胆子。感觉他全部拿火他进了，还是得留一瓶胆汁。是他卡的，我拉不中，拉不了枪，好卡。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能打平，嗯，这个是要卖石，这才像话。杀了，在里面。半好卡的，这个封锁差不多了。对，还是。
四场，还没停，不停，打不停。 哎，有30连拿人，在哪里拿了30连？有还有吗？嗯，30连不是上关拿的吗？那个补给那里。好，不开拿补给的拿。上一关。等一下。上关。等一下，他讲。这走哪里？打个喇叭打，打喇叭。 对，要，嗯，上，市场打到一瓶，知道。 怎么停的？是不停的，你不打掉他，打掉他才停。走走走走。这么多随便杀，这里还有30秒。这还有掉啊！ 这口水人都没看到就吐出来了。是，我也觉得这个图很会玩。这个图还经常没声音，无声啊，经常。叫声，我都这样。叫声无声，拉满。 那边还冒怪去了，四通八达。哎，后面有小。
乖。里面有个药，找一下。哦，没有，被雷达骗了。有，在那边，那里。哦，行了，理解了。哪里是路啊？我忘了。什么？你跑走的我了。下来。翻过去。好，有点火。那一过来一吐就可以，太软了。是啥？不是这牛还撞了。我这，要开个东西了，要开个东西要守，要先站了，先站好位置，我去开一下。我打你能守吗？就在外面那个车上守，开了吗？有两个包，把两个包打一下。车上走，对，这就是个车上，好啊，那这个车，嗯，那个油呢？啊，哦，你们上来，他们是，哎，是不是有包？他有包没打？有，那打了再开，打了再开。可以开了，进来，开了，开了在车上守，爽，太爽，在车里的话挺安全的。车里在车里，在车里他过不来。没杀几个。看他开了没有？他开了没有？是开了呀。开了可以走了，要不要等他一刷稍后一波再走呢？那我等他刷二十。不知道他会不会刷那个洞里。刷。他不刷的。嗯？你只是要。那走吧。他不刷走。哎，这猴子刷了。这么快就刷？嘿，好，那顶不住了，在这里。妈呀！这个刷的太尴尬了，这个位置。嗯，全跳楼了，看。一个被拉，哎，我也被拉，没办法。石头。我进个舌头，全下去可以。刚好下去，舌头拉熏，刚打完。真的会算时间，这个特感是我们攀岭的问题，走。攀岭的问题。那你进来。
刚才在错误的时间压，所以直接在那里挂兵，一样吧。嗯，这是不是又没包的吧？不知道哦，应该有吧？丢掉吧，他不像，你可能又是走一段路才给包的。出门才远，这里有吧？对。有没有多的？先捡一个吧，先捡一个。还有个多的，你直接打吧。我有个包。哦、这个三十连水枪一样的，我操，这么快！后面是啥？又来了。这个是个梯子、哦，我操！妈的，到上来，立马跳。哎呦！太难要土梯子，差不多了，行。这个商店，这个商店红外固定的，看起来是。要怎么走来着？走那个什么铁栅栏那个楼梯那里。你又到这个地方刷，真的是，别吧。好多火。刷了两个小时。好，点让它掉了。我烧火了，别过来！桌球桌那里来的。这个机关是开什么的？先开一个店，然后再开这个机关。他人家手是啥？那特狼会在这里是吧？就刚才就从这里爬过来了。那门开？算了。你上面的特展做过了，保护的吧？还在上，
应该填了。嗯，填。打吧。我给你吧。这包还要？要在那个开机关地方守，这里要守。就在这里里面守就行，我去看。还有火，还有药。在对，打完课再刷特。吓我一跳！我操，你打火出不去了，打火出不去了，让你操。不是一个，有队友，队友，队友。出去要是吧？哦，我刷特了，我这都没刷特。我说没血了吗？哎，跑图的时候有刷课吗？我不太记得了。我这还是直接刷那个事情。再放下面，再放。继续加，感觉他不会停。刚才我以为刷课就不刷了，试图的时候又没有两个课。记着连，打他下去。前面的，哎，在左边。
后面有，操你妈的！看谁呢？还不停。那不行，嗯，行。前面到了。对。我记得在这里打得很惨，已经那种被堵口了，就是。还没停，爆爆爆爆爆，就是安全门什么都没有，我故意的呢，被打包了，故意的吧。特感全刷上面去，包没拿，漏了个包。我想丢牛，然后你们打死，扔胆子丢牛，然后走了就是。两个被喷了，还丢，还没用。有用的，有用的。最后一个受胆子影响的被找他的，哇，这个汉德飞人，哇靠，在 A 你一样啊，他打 A 你是太恐怖了，他的头就救我，猴子你在哪里？反正不是多，你就打不完这小石头。那也没有多远，那走到那边也差不多到了，直接丢胆子跑就好了。上面，给的东西多，这冲击关还好，不算很难冲的。没完，就差一，不刷了。
别开吧，别开，咱就刮了。三十年不见了，操！哎，要拉低。花了点时间，我刷了个横跨三十年。这不掉枪还不见了，会操！房间里面，他后面会发特感，你别打包吧。嗯，啊、这个砸我。我把前面丢一个吧。哎呀，这蹦起来了，差点给我，好不了一点。包多大呀？包。我靠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操！后面牛，后面牛。你回应一下，蹲蹲蹲蹲蹲。那个爆头插件，按理说加那个。丢火就有。丢火之后，丢的蹲蹲蹲。可是我丢的是打啊，土字啊。丢的土字也来蹲蹲蹲。是。有问题的他。但是他是打一下就冲一下，他不是打死的。有火吗？全是打死的。今天不是打死的才行。后面还有火。哎呦！拉针拉吗？干嘛？干嘛？应该会
就打一个。后面崩了，后面崩了。两个吧，这打不好，打不好，打不好，打不好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打姿势的血，血都冲满了吗？要等等他进吗？不然冲不掉的。要杀完一波特感再走，把牛打死然后得那么高我靠，晕死了，对，这房子怎么飞那么高啊，好吗，就是啊，没想问这样吧，反正要一个就行，不要那么多。快变啊！快变啊！打个胖子，好了，卖了，卖了，卖。怎么掉？一样。救不到啊，这位置。直接上，打个胖子，好，我弄我弄。妈的，从哪里飞那么高都很难，我靠！刷新率太那个了吧？刚刚好，不应该，应该0.6吧，应该是0.5，谁调的0.5来着？把它改回去才行，0.6。0.06吧。对啊，要改0.06。不知道谁给我改成0.05。可能是他们打的时候改的吧，应该是。那下一家学什么老图呢？后天能打吗？后天后天能打吗？那勋可以吗？四月